好，我们看这题哈、哦，他说一百的一到一百正整数当中，删去所有实数、二的倍数和三的倍数之后，剩下最大数是多少？哎，我要剩下最大数字哦，你不要从一开始算起哦，这样会很辛苦，好不好？好，他说删去实数、删去二倍数、删去三倍数嘛。好，我从一百开始往下列，一百、九九、九八、九七、九六、九五、九四、九三、九二，这按照题目意思，把实数、还有二倍数、还有三的倍数把它删掉，这二倍数删掉，三倍数删掉，二倍数删掉。什么叫九七？九七是实数，对不对？三，九十六三的倍数三，也是二的倍数三嘛，对吧？九十五，它是五的倍数，虽然不是实数，它也不是二的倍数，它也不是三的倍数，所以说告诉我，删掉这些之后，最大这个数是几？剩下最大数是几？95，就出来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麻烦你把这边看一下。